干大想走，做一个，走！咱们这种人是咋会被干掉的？，我再问你一次，姓不姓？我的表哥来看过你吗？兵哥在这里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就是要让他亲自告诉你。我为你做了5年了，这只手成功了。把自己弄成个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兵哥回来也不说一声，再弄也是你的了。若为吧，咱们就不能讲究点啊？对你一寸，那你敢说收容啊？